最近的各个候选人都提出了相关的医疗政见里头呢，那么都涉及到有关于国人的健康投资占整个GDP 的占比，希望能够提高。我想这个大概已经是很多的共识。那么，但是具体的做法上面，我相信我们可以有更多的讨论，那么来逐步的推动。那侯友宜提出来说，排富之后65岁以上老人的健保可以补助，这个我们的健保费够吗？我们的健保的精神主要有两个，一个就是量能付费，那第二个呢就是照顾弱势，这个是我们最基本的精神。那么第二个呢，从我们现在的统计看起来，那么我们65岁以上的长者呢，大概是占我们国人的17%，那么所缴的这个健保费呢，那么大概是占我们所有的健保的每年的保费收入的大概在8%左右，但是在使用的部分，那么支出的部分呢，是占整个健保的40%的支出，也就是3200亿。那么如果以这样的比例来看的话呢，其实健保对于长者的照顾，那么其实有相当不错的这个覆盖。好，那至于这长者里头，那么刚刚提到的第二个精神就是照顾弱势的部分，还有没有一些弱势者没有被照顾到，那么需要有一些保费的这个协助啊补助，那我们会再进一步的来检讨研议看看。